你们要淋着雨跑吗？我带了，我懒得穿了，我说在这躲一会儿。没发现我换车了吗？对呀、啊、你的车呢？这不是你的车啊？我车轮毂进来，快点进来！找了个地方躲个雨。哎呀妈！不是说的老挝不下雨吗？怎么会老挝突然间下雨了？哎呀，这小朋友都……这小朋友为什么都不打雨伞呢？就这样淋雨。你吃饭啦？你吃饭啦？开始吃饭啦？我还人就不饿哎。谁告诉我老挝不下雨的？这雨下这么大呢？妈呀！老挝这边的雨真吓人，要么不下，要么一下就这种特别大的雨滴，特别大。天哪，这俩小孩，终于不下了。他们今天应该是有什么活动，你看盛装出行，应该是有啥活动。
走吧，我们要出发，走你们要淋着雨跑吗？能带雨吗？我带了，我懒得穿了。我说在这躲一会儿。没发现我换车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的车呢？这不是你的车啊？我车轮毂变形了。颠的吗？啊，我骑的时候刚刚就过去了，然后那轮毂就坏了。你啥破宝马？还不是我电动车，我电动车轮毂都没有变形。哦。你那啥破车？啊、进来躲一下，进来躲一下。躲一下，躲一下。把我车拖回去了，一会儿你就能看见我车了。拖回去了。拖到口岸，在路下。对。啊。拖到口岸去。拖到口岸。啊。你们今天不过口岸？不过，我到现进到芒赛，下雨了，我躲雨呢。跑不到了，你们今天能到口岸吗？能，我们必须到口岸。因为我车拖到口岸，如果不到……那你不是四个人吗？拖口岸另外一个人呢？那个人什么也不舒服，坐车了。好吧。看我们躲雨也能遇到熟人，又遇到了。他们速度很快，所以我们只能去西双版纳再遇了。西双版纳见。赶紧走吧，你们速度快，你们先走。他们。西双版纳我到了，我给你发信息啊。行。我也要住半个月。好的，他们骑的都是宝马1250，太帅了。可惜我个子矮了，我骑不了。跑着跑着又下雨了，你看前面那个位置明显的都天晴了，但是我们速度太慢，在这个山里面雨都一直下，这已经是躲的第三波雨了，在人家家门口躲。啊，这一家好多孩子啊，三四个孩子，里面在烧火，估计在做饭吧。四个孩子，我的天哪！南园计划是跟妹妹两个人一口气跑到口岸的，但是没办法，老挝的天气非得留我们在这儿多住一晚上，那就在这边歇吧。在这边每一次找宾馆的时候都会因为语言不通，然后找宾馆要找好久，要么价格贵环境不行，要么就是价格太便宜的环境也不行，所以呢我们就懒得把时间浪费在找宾馆这上面了。这次到芒赛还是住我们第一次到这边来的那个宾馆，随便住一住，凑合一晚上，明天就回国了。我们要把钱省下来吃。这边的雨也下得好大，看我们俩的车，我的妈呀，尤其是我的车牌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漂亮啊。来遭老罪了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你，吃饭去，饿死了。